国外的代言，仍然内容全部获得入驻的厂房。好的，摇摇摇，解封，摇摇摇，摇摇摇。这波行情，投资者现在考虑加持本地股市走向多。不过，美国隔夜股市连续六个交易日上涨，为海水底部带来支持。全天地市海水稳在3000点以上的水平，整个星期上涨了1.2%。一份套餐才4.8元。